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二行程跑山系列，今天第八站来到了这个紫云寺最上方，我们要跑下去，从这个凉亭到那个紫云寺那一段非常经典。然后上一集的话是从那个卡加贝亚那边跑的，好，开始啦。哦，未歹了，这个开头对遐，然后赶快跳这台阿水啊，哎呀，来进行这个快转模式，把镜头架上去，我们要从那边跑下去啦。水哦，行！我这边我油无够诶。那事实上我是一次排两级啊。这个零配啊，先把它调整好。哦，这该骑车哦，骑在山区起来真赞。好啦，快转模式开始。哦，老同学，你骑山路骑到头，骑到想要吐诶。哦，赶紧啊，等一下再忙啦。无代无志，改是代替道路，这条就是标准了。我原本是要从上级要从这边跑上来啊，但是没办法，来带我们走到糖水哦，因为无加油站呢。你看我那个油，只剩下一点点啦、啊。啊，佮主要是在变逆光啦、啊，反正是讲被背光照起来，讲没办法啦，就是尽量把它记录影像，希望它这手机的光圈反应较紧呢。这真正骑到真正用要吐呢！哇，好好晕哦！奇怪，白龙雪又没有怀孕，为什么晕呢？困嘞，未使，开衫无买，未当困。哦哟，之前那个法家湾嘛，惊到，哦，还拢红皮啊！安琪琪啊，还有柿子嘛，人讲柿子挑软的吃啊，我看软的就得小小，等到食硬的话好食。哦，这真正法家湾六块哦，惊到。来 check 一下荧幕，好 ，OK。你看，从这边下去啦，轰！把它倒水来配音的，看大熊那种 GP 的杜汉的哦，杜汉在同学版的，看在二十几年前，哎，这劲就够了吗？奇怪嘞，一定嘞，比我想象中那么快啦，我记不阿紧了。紫云寺约几分钟，伊唔敢甲你写几分钟呢？借过一下啦。迄种，但迄种车的喇叭声，拢无迄种叭落去是借过，还是讲叭落去是讲夹着？嘿啊！啊，等一下哦，如果没有办法从。原本的路下去吼，白龙雪的精彩啊，有绝对无够用的。你当初还叫粉丝来打球啊，但粉丝更唔知咯啊，话题玩到了，哎、欸，还蛮快的呢，奇怪啦、啊，啊，这逆光拍来绝对袂看出来。管他的。来，啊！紫云寺搞我等下，纯粹以为紫云寺泡一下肉片也好啊。哇，我想来尿尿了，好啊。停车场在那边。来啦，纯粹带同学来看这个这半梯岩吼，这个是紫云寺这里的那个庙吼，历史还蛮悠久的。吼、哦、啊，大概跑山的路段就这样子，嘿啊，我以为庙大概翕给同学看一下。然后外面这边，咦，刚才有一个最长溜滑梯，刚才伫这个所在款，嘿啊。改变蛮多的了。来，我们来到这个紫云寺，我们大概进去走一下吧。我开一下那个闪光灯，哦，里面就长成这个样子。我刚刚这个庙哦，就是看起来古色古香，比较喜欢这种感觉。哎呀，你若拿来烧金的，大概就是一个意思一下。哦，就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
奇怪，伊这等下路唔知到底变哪起来，我看伊风是风安怎，我想来看一下啦，我甲问一下好啊。哎，姐啊，这是完全无道理要起来啊，吼。无这，这搭叫有那个替代道路。因为我拄仔就是要对遐徛，遮靠遮远的，咱知敢是对一条，还是真远的。起码都另外一条。哦。啊，所以我若吹对这就念不了高，因为我都本来没无油啊。哎呦，好啦，谢谢哦。那我来记录一下，等一下大概怎么出去，要不然没有油就完蛋啦。哎，紫云寺看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要从这个产业道路这样跑，其中一条探来家，因为我若对这部分过，吼、哦，我的油确定是不够的，所以白同学一定要冒险，吼、哦，就这样出去啦，加油。然后都当然对这条了，但不对对这条嘛。对，对遮。嘿，啊，考了考较遮偏嘛，考过。我嘛，你看 YouTube 诶。白同学，你要看白同学。迄落关键字拍落就有啊。白同学就有啊，嘿。我今年无，哦，考会晓诶。好，走了。哦，要对这产业道路，我是足惊迷路诶。但是应该是从那个啊，从太阳的方向嘛，对了嘛。哦、我想袂到今仔日拍车拍到这样坎坷呢。哎，没有、哦，获胜哦！哎，我探到哦，这个我没有来骑一辈子，你也不可能来这边啊。但是这个逆光，这唔知做歹小未吼？哎、哦，获胜！哈、哦、吼，获胜啊！哦，来先，我同学看者。我所以难怪人家现在因祸得福是安尼，来你看，哦，那个紫云寺在那边，所以有的时候人讲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人不转就不要转，哎呀，安尼还好，然后刚叫 Google 迄个路线啊，好细条，鸟七条去惊到，伊讲拢无告示牌呢，哦，这好生。哦，啊，这条真正我给它规划做秘境啊！哦哟，这个秘境路遐真正收过秘境的，秘境我会惊嘞！这带唔知迄种那个啥恐龙造出来无？啊，我有一种感觉做冒险预感，因为我这么油存差不多四分之一呢。哦 ，shit！ shit 是一种，哎、欸，谢谢，嘿啊！还好，伊讲在地有人咧塞车，啊，我看我车安安心吗？因为骑这吼、個，那个现在路况整个都没有办法掌握，然后又要那个怎样来控制这个片场，滑冰呐，完全不熟，来排个三道的拉力，我看这好像注定你没必要拍这个拉力。但是哦，那环境真正水吼，这个你把它注意啦。袂歹哦，我感觉这真正的。所以说，人家说哦，那个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还是安尼。然后恁同学看者，我先顺便 check 一下记忆体。好 ，OK， 好漂亮。从那边出去啦。一共才要十分钟啦。啊，十分钟多过过啊。上一节的片场起来，大概压在20分钟以内应该 OK。我这个爱骑，都不爱来这骑，袂歹呢。哇、哦！他说啊，那个车子能开，我是觉得还比较放心的。来啊，我先看一下迄个啥起来呀？这个就是那个四肢。哎呦，后面好像稍微会酸呢，奇怪嘞，咋高起的还会酸呢？我怎么吼，今仔日接触迄个啥跑山坡变成跑拉力啊，这个也是不得已的，我现在就是要先把它骑出去。哎、欸，小狗，请问一下高站的队？先把它顺利骑出去再讲了啦，因为那个也不知道那一边在施工，
不是一种筛光哦。再会有筛光，我就去跑位。我今天就不跑这一条了。哦，看车出来。哦，哼，我今仔只只就油啊。有车子在跑的话，就安心了啦。这集的跑山，我来取名一下，叫什么？白同学跑山坎坷系列。对，应该对这集啊处理得好了。啊，我临刚咧走，我的副油箱爱加油加满，结果这集啊带伫遮，这个敢会当少过者？这个要跟捷达超车应该不太容易，我先看看好了。我倒了，我那捷达赛车嘛都傻了，我紧拿回去头前，那个做先锋就好啊。吼，我捷达看到有那些要跟我走的感觉哦。哎，啊出来了。哎，咁啊也唔是哦，这我到底是要走哪一边？啊，对，一二四，我原本是从那边上来的，然后从这边按到了，哦，好卡仔，哦，哦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啊，出来了，带出来了，距离那个不中到怎么个长嘞？转模式，放轻松，都不打车，来提臀，才不会那个整个悬挂系统在那边一直跳，我待会要求我妈也弄啊，我那几个都招手，来前面几个对啊，踢掉，我要死了，我几个把它塞起来定的，那快乐表，经过还是快乐表。那个看喜欢咯，阮一下较早算迄个啥三道的杀手啦，我到底是行了对咯，唔对？啊，白龙雪跑山区的我用起了一名，这个这白龙雪不小心跑山变迄个啥冒险系列啊，阮一下就车过了啊，有算超车钱。有压力就后边，那压力就大，我已经出了大路站。没有找到加油站的话，我现在还岌岌可危了。还好一共才走5公里的路程，我是觉得不会说很远嘛。来，我到那个前面那个分叉那个地方做个 ending 好了。刚刚一堆，我倒在一堆爬起来，来来看一下啦。啊，同学，我们就是今天在跑，就是从那个 Kachapaki 那个另外一集嘛。然后后来的话，我就是原本要从那边下来，那不行，我就是绕过来，还好，哦，外带口净化器升星爷，好了，感谢同学收看，拜拜。